人只要有智慧，眼前所有一切的人事物，你都会欢喜相处，你不会生烦恼。啊，没有智慧，跟人相处生烦恼；有了智慧，跟任何人一个相处，你都会非常快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，一切众生到这个世间来，啊，我们说你生到这个地球上来，你生到这个家庭，全是自己业力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我一生享福，是前生修的福，这感的果报。我一生受罪，是前生修的不善，应该要受的。你会不怨天不尤人，你会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呢？小业嘛，消业不能造业，一面消一面造，那个业永远消不了啊。我只消不造，业就消掉了。啊，今天过再苦的日子，欢欢喜喜。啊，过去的不善嘛，消掉了，啊，消掉之后的时候，福报就现前了。啊，如果你不甘心、不情愿，啊，你还要跟人比，为什么他比我好？这叫造业，这个造不善业，那你这个业消掉了，不善业又现前了，你永远苦下去啊，你不会有好日子过啊。啊，这个智慧是真实智慧，谁知道？佛知道，菩萨知道。啊，所以福报不必欢喜，过去修的善法的感应，啊，恶报也不要悲伤，也不要怨恨，是过去是造的不善业的果报。啊，只要能消多好啊！消了才能明心见性呢、啊。人为什么不能见性？明心见性就是业报障碍了。啊，业报消除比什么都好啊！应该要懂这些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然后你再晓得。受苦受难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啊，堕地狱是好事，他造了地狱业，造那么重的罪，怎么办？到地狱是消罪业的，不是坏事啊。罪业消了，你有善缘，遇到佛，你才能成佛。你要不消，消不掉，你就成不了佛。啊，你接触佛法，你也不会懂得。佛来给你讲经，你也听不懂，叫愚痴。啊，大家天天都在想着我要怎样消业障，消业障天天在生活当中，你不会消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要想真正消业障，首先第一个学忍辱波罗蜜，然后再进步修禅定波罗蜜，业障才能消除。不忍怎么行呢？啊，一点点不顺心的就发脾气，就心里不高兴，这是天天在造业障，不是消业障。啊，消业障遇到逆境，遇到恶缘，心平气和，欢欢喜喜。啊，决定没有怨恨心，没有责备的心，没有怒发怒的
个现象，这业障就消掉了。啊，世间人业障消不掉，特别是富贵人。啊，他的习气不好啊，稍稍不如意就不高兴了。所以中国古时候谚语说，富不过三代。为什么？福报消掉了。不善的业报现前，就这个道理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不是三代，一代都保不了啊。你的富贵能保一代吗？能保到你到死吗？啊，你看很多富贵人家啊，到晚年了破产了，犯罪了，坐牢了，这些一世都保不住啊，哪里还有二十三十啊？啊，那么他这个福报确确实实可以享很多事，就是自己在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。啊，如果心地厚道，心量广大，不要计较别人的是非。啊，看到有别人不对的地方，能够宽恕。啊，能够以自己的德行去感化他。这是功德，这好事情啊！那你是做了好事啊！啊，你有福，你的福消不掉，你这个福享完了，后面你修的又接上去了，有福报享不尽啊！啊，要是心量小。心胸狭小啊，看到不如意就生气啊，就要骂人，骂人家心不服啊，不服就给你结冤仇啊，啊，这些事情，我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。我就看到啊，啊，我们学生不多，这二十几个同学啊，老师对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。啊，有些人老师很凶，有打有骂，没有好脸色给他看。啊，有些同学老师对他很好，满面笑容，从来没有责备过。我在旁边看到了，看到有疑惑，啊，我们也不敢问，啊，好像有两三个月，老师有一天叫我到他房间去，哎，跟我谈这种事情，你是不是有疑惑？我说是，是有疑惑。啊，老师为什么有的同学？你对他很好，有些同学的时候见面啊，真的有打有骂。老师说，那是听话的，想真学的。啊，真正想学，你打他，你骂他，他感恩。啊，这种人要真教啊。那些对他很客气的，你说他几句，脸就红了。不能给他结怨仇啊，把他当作旁听生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才懂得古人所讲的因材施教，
以前懂得因材施教不深呢，老师这样一说，我透彻了解了，相学不是真学。那老师对他要客气，不要给他结怨仇。他想真学，那你就真教。